你看这个说相声啊，两个人往这儿一站，就跟随便聊天似的，说笑话。哎，形式很简单。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。是啊，首先说吧，啊，口齿要清楚。哎，脑筋还得快。另外呢，还得有文化。是，当然说相声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。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，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，嗯，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。您这话对。哎，你就不错。是我，我很喜欢你。他喜欢我。黄族民啊，是我呀。高高高什么呀？您的文化水平高。您这是捧我？不是捧。哎，绝对不是捧啊！我认为在演员当中，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，属你了。属我什么呀？无论他们谁啊，全算上，跟您比，他们不成，他们差得远。就是，说真的，属你了。这也就是您知道，当然了。属你是属你啊，啊，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，你就差一点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接触面儿窄。别说了，打住！朋友，别说了。你是捧我呀，还是捧你自己呢？您各位听听，相声演员当中，我的文化最高，可跟他一比，我还差点儿。那这么说，你比我们全高了。反正也不算太高，强啊，也强不了多少。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？你有什么文化？哎，就算你有文化，那也得别人说呀，也没有自己说的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嗯，嘿嘿，就是认字多，知道的事儿多。您听这字眼儿。哎，知道的还字儿多。大概有认识我的吧？知道我外号吗？不知道。外号？不知道。马大学问。马大学问。外号？外号？马大学问。哎，天津卫，我多少年？你打听打听。嗯。画马颜照，我们这几个人，这属于名写家呀，这为数不多了。您说谁？仅有的天津谁？谁？哎，你不懂啊。嗯。画马颜照，这是写字儿的，知道吗？你不懂。我不懂，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，自己没赶上，再没听大人说过，叫你给蒙住了。我在天津好几十年，这四大名写家画孟颜照，这我不知道啊。画世奎、孟广惠、颜修、赵元礼，这里哪有你呀？啊，这里哪有你呀？哎，我就说这几位啊，画孟颜照啊。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？我说错了。这他又说错了。本来不说错了吗？这说错了还信你？这是画孟颜照啊。哦，画孟颜照，马后续的我。您是后续的。哎，后续的。好好好，画龙颜照啊，画世奎，嗯，孟广惠，好，颜修、赵元礼、甘绵羊、杜小岑、刘道元，这名写家马志明，这都在本。啊，不不不，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啊，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。你呀，你没见过，没见过我的字儿。没见过。啊，那完，这是我学这个画世奎画老，见过画老的字吗？见过。他那叫什么体儿？颜体。哦，天津劝业场那块匾画世奎写的，现在还那挂着呢。哎，我学，我按内练。嗯，是啊，按内练。我有啊。啊，我有那个什么呀，那个什么呀，就是那个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？就那个啊，黑字白字，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。什么折子？折子啊，那叫折子。他连帖都不知道。啊，帖我知道。我说帖，我怕你不懂。哦，怕我不懂啊？那当然，我拿着帖，我那时候啊，我净学张伯洋。哦，当时不是，您学谁？学张伯洋。张伯洋。啊，
哎呀，我建议您啊，再学学石慧茹。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！我学石慧茹干嘛？我唱单弦啊！哎，我不唱单弦，我唱写字，我写字，知道吗？那张伯洋会写字吗？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，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，没见过。这北京琉璃厂，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家排版字后，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。你瞧，你看清楚了，那是张伯洋吗？那是张伯英，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。张伯英啊，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。对了，张伯洋唱单弦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张伯英。哎，张伯英。哎，那字儿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行，行，我行。哦，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？是，我说说什么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扣他。我不懂，什么叫扣他呀？拜他为老师。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？还扣他，学那么一嘴的芦灰渣子。叩头拜师嘛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我不懂你这路话啊。拜他合适啊？是啊，因为我这条件，按我这基础啊，咱说膀子立的啊。哎，我也不是吹、您听听啊，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？你这是什么词汇？还膀子立的？你这都什么学问？这是我跟你转文干嘛？啊，我跟你转文，你懂吗？跟你转文，这是这可不就大白话吗？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，旋肘你懂吗？我知道，不是趴那儿，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，是旋掌正着，知道吗？这是万字弓，嗨，这写出来的字儿知道吗？哪只手啊？这只手写字吗？拿这只手。他都没见过写字的。不不，这只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？啊，是这只手也能写啊，俩手都会写。你瞧，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。双手啊，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，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，封为玉儿干殿下，加封9000岁之职。哎，那是刘瑾呢。哎，刘瑾啊，我要继承他老人家，因为那是我的祖先，我的上辈。他烂认祖先？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？你不姓马吗？马大学问呢，人家刘瑾姓刘啊，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？你的祖先是马寡妇。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？那是他的祖先。啊，别理我。干嘛？你别理我。怎么了？打这儿起你别理我。你看你看你呀、啊、完了、啊、你黄宗民全好啊，冲这一手你算完。你完。我怎么完了？哎呀，哎啊，太瞧不起人。嚯、哦、不尊敬老前辈。你算谁的老前辈呀、啊？没有这样的啊！嗯，这么当面，这么瞧不起人，这么扬的人，你呀，你没有，我没见过这个，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。是啊，对了，我长那么大个子，走南闯北这么些年，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。哦，这是的，我给人写字去，到那儿一推门，人一瞧，哟，来了，进坐，请坐，看见吧？嗯，别人没坐，让我，你瞧，嘿，坐，倒茶，给兑碗热的。哎，还对碗热的，够渴的。嗯，端面去，端面去。嘿，您听这吃喝，端面去。当初请画室鬼写字，没有一个端面的，那都是酒席呀、啊。到他这可好，一碗当沟卤满齐了。咱不在乎这碗面，咱不在乎这，咱在乎这心。哟哟，这心，嗯，大碗端端面，嘿嘿，得包蒜，包蒜，咔咔，整头呢，红皮蒜呢，随便吃不限制，弄那么一，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，管什么用？咱就讲这意思。哎呀，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？买卖家开张，嗯，我去给人道喜去吗？是，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。哦，当时我编了个词儿，写了副对子，哼，这词儿啊，轰动了北京四九城，哟、嗯，了不得啦！哎呀，马大学问，哎呀，这个词儿，哦，对子不是您，您给编了副对子，哎，还轰动了全北京，是啊，那一定是出奇了。嗯、哎，
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啊？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、啊。买卖家开张啊，是啊。您这上联是？上联是啊，生意兴隆，通四海。好。嗯、下联是财源茂盛，达三江。是吗？嗯、我写这。写这你看了是吧？我多咱看了，你没看怎么我编的词儿你会了呢？这是你编的，这对子会是你编的，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，他愣敢说是你编的，别不害臊了，拿过来就说，你可真行，有胆量，你这，你等着，嗯。你等着啊，干嘛？你别走啊，干嘛？你等着我的，我等你干嘛？哎，哎，这么着吧，啊，你出个题目，你来个词儿，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编副对子，现编啊？你懂得什么叫对子？废话，我是干嘛地的？不，你说说什么叫对子？对子吗？啊，你说说对子吗？啊，这边叫上联，这边叫下联，哦，这边五个，这边五个。啊、哦，这边十个，那边十个，这边五十，那边五十。你瞧，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、下联五十的，没那么高房顶子，往哪挂呀、啊？一边多，多新鲜的，上联九个，下联七个，那叫什么呀？对字对字嘛，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。我懂，我懂，我就干这个。啊、哦，你懂啊？这是专业。那比方说 啊, 啊，我们上联有个上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上，你对什么？上，嗯，下呀，下，这还用问吗？这是考我说，考我？不不啊，这不是考，不是考。上对下呀，死规矩啊。哈哈，上对下，大对小，前对后，左对右，老对少，文对武。你呀，你差点。哦，行，好好好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。那我们上联有个天，啊、天，嗯，地呀，地，天对地呀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呐，雾蒙蒙，开始大吉，万事亨通。行了。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？开始大吉，万事亨通，这干嘛呢？这是讲义，讲义。行，甭讲义啊！我们上联有个盐，盐呢？嗯，盐我来个醋，醋。哎，盐要对酱，那算砸了，没有了。盐对酱怎么讲？盐咸，酱也咸的。醋，盐咸醋酸，油盐酱醋，五味调和，醋行吗？行行吗？行。我们上联有个好，好啊，嗯，歹，歹，好要对坏没有了，歹，好歹咸鱼，这是成语。哎，成语啊，那叫成语，成语。哎，对，我们上联有个是，是我对炮，炮，哎，你知是我不炮。你跳马我出去好嘛，这又吓上了。嗯，哎，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，可是个对子上联。哦，上天言好事，上天言好事。对了，回宫降吉祥。嗯，这叫什么？造个对儿。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？四岁。不，你甭四岁 啊, 啊，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？回宫降吉祥。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？回宫降吉祥。不，上字你怎么对的？上啊，上我下。天地盐醋好歹是炮。哎，我上天盐好事，你呢？我下地醋歹炮。这一下地呢，这醋把这炮给逮着了，逮他呀，不像话啊，不像话，这都什么词儿？不像话。嗯，就这个。干嘛呢？这怨你啊，这怨你。怎么怨我呢？你这叫发坏知道吗？诚心往外掏坏。这是我怎么掏坏了？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说，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，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，你上我可不下吗？你来个天我来个地，那下地醋歹炮那来谁呢？别来这个啊，别使这个，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，消好消藏戏做官，别消头几万的。哦，合着这还怨我了？可不怨你吗？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，你怎么样？你说呀，你多说啊、嗯！哎，你照一百个字说，嗨，一百，我没那么长的气力，不拘多少，你说吧。嗯，说多少字，给你配一下联，来个下句儿。子，你说一上联，我一没词儿，没下句儿，对不上下联了，我怎么样？
给你一毛钱。哎，我要你一毛钱干嘛？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？不是，我就有一毛钱。哦，多了还没有。你家里不让多带钱。一天一毛。小孩还真听话。你呀，把钱放好了，留着买冰棍吃啊。我告诉你，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，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？它越少越难对。比方说俩字羊肉，我看你对什么？羊肉。对了，萝卜呀。萝卜俩字，萝卜。我这羊肉可是食物，萝卜也吃物啊。羊肉熬萝卜，羊肉熬萝卜不难吃。你瞧，他又吃上了。哎，我还说俩字的。说呀，说胡琴儿。胡琴儿，哎，就是胡琴呐。哦，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。萝卜，哎，这不行。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，嗯，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。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，打的钹，萝卜。哦，改这萝卜了。哎，嗯，那我说绸缎，绸缎，哎，萝卜，哎，绸子、缎子做衣服的材料。啊，我这萝布啊，纱罗洋纺，尼龙布匹，萝布。你瞧，我说岳飞，萝卜。我说你怎么老萝卜呀？岳飞也对萝卜。岳飞怎么回事？那岳武穆，岳大帅呀。萝卜是谁呀？谁呀？萝卜谁呀？啊，嗯，有这么一出戏，叫《木莲僧救母》，听过没有？知道。木莲僧叫什么名字？叫富罗卜。哦，哎，呀，这什么毛病？这是忠臣配孝子。哦，嗨，你嘀咕什么呀？再听这个，说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这就为躲你那萝卜。嗯，我要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弄仨萝卜对上了，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对。萝卜快乐不洗泥，嗨，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？没有一字俩字的，最少仨字，仨字。哎，那我说仨字的，说呀，说马牙枣，马牙枣，哎，就是咱们吃那枣啊，啊，有一种是长的，哦，特别甜，嗯，那叫马牙枣。行啊，嗯，行啊，马牙羊角葱，羊角葱，哎，看见吗？啊，对字对字吗？是马牙枣，羊角葱。嗯，马牙，羊角，枣，葱，嗯，怎么样？好，马牙枣几月？马牙枣八月。八月。嗯，羊角葱呢？二月。二八月。哎，马牙枣在秋天。对，羊角葱春天。你瞧，马牙枣红的，嗯，羊葱绿的，是马牙枣圆的，羊葱长的，嘿，马牙枣甜的，羊葱辣的，马牙枣树上的，羊葱地里的，马牙枣实在。对对对对对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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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贫不贫呢？碎嘴子。我们的对子还不算完呢。哦，我还能往上添字。我添字，马吃马牙枣，马吃，哎，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，嗯，马给吃了，马吃马牙枣，哎呀，就添俩字儿 啊。羊啃羊角葱，羊啃马吃羊啃，嗯，马吃马牙枣，羊啃羊角葱。哦，怎么样？好，嘿嘿，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，此之谓也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别晃，别晃，一晃它可泄滑。这东西不能老晃。嗯，再听这上联，嗯，说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嚯嚯嚯嚯嚯，到底往哪边飞？这有道理，这不是胡说呀。你是东西南北往哪边？这是北雁南飞呀，嗯，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，嗯，它最准呐。一到冷天了，北方的雁往南方飞，这叫北雁南飞。嗯嗯，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，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，它得波浪似的上下，东西南北上下，怎么样？好，嗯，下联有了，有了，下联有了，好。下联有了，有了你倒说呀。前车后辙，两轮左右走高低，
你这对得上吗？太恰当了，我这是北雁南飞，我前车后辙，双翅东西，两轮左右分上下，走高低，高低上下，上下高低，哦，这叫随不中而不远矣。得，这个也谢了。我也忘上了，再听这个，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大白话了啊，大白话了，没劲，这没劲，没劲呐 啊！你听着是白话，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。怎么讲啊？说小老鼠，嗯嗯，也就是耗子呀。那我知道，这耗子可不一边大，是有这么大个的没有？有啊，你管它叫什么？叫老鼠，老鼠，嗯，有这么点儿的吗？也有啊。你管它叫什么？也叫老鼠。它老不老呢？它不老。它不老，它叫什么？叫老鼠。你能叫它少鼠吗？不能。完了，这叫小老鼠。嗯嗯。偷吃热凉粉，那凉粉呢，在锅里熬着冒热气，你管它叫什么？叫凉粉。它凉不凉呢？它不凉啊。它不凉，它叫什么？叫凉粉。哎，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。好，嗯，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长虫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有这么长的叫什么？叫长虫。还有这么短的小七寸也叫长虫。它长吗？它不长。不长的叫什么呀？它叫长虫。哎，短长虫。哦，高粱呢？嗯，有这么高的叫什么？叫高粱。还有这么矮的刚出土的也叫高粱。它高不高？它不高。它叫什么？它叫高粱。哎，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。哦，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？对啊，短长虫盘绕矮高粱。是，你是有老有小，有凉有热。哎，这是有高有矮，有短有长。嘿嘿嘿，这叫随不中而不远。哎，听这上联说空树藏孔，孔进窟窿，窟窿孔，孔出窟窿，窟窿空，改绕口令了。谁说绕口令了？什么呀？这是对子上联呢。懂不懂？不懂，我给你讲啊。怎么讲啊？说孔子啊，啊啊，哎，也就是圣人呐。那我知道，孔子周游列国。嗯，这天正在路上走，赶上下雨了。下雨。哎呀，好大的雨呀！嗯。圣人一想，我上哪儿避雨去呢？嗯，又没有民房。哎，路旁有一棵树，年深日久，叫虫子给咬空了，是棵空树。圣人一看呢，我上这里避雨去吧，这叫空树藏孔。那么孔进窟窿，圣人进树里去了。窟窿孔，树里有孔，圣人呢？孔出窟窿，雨过天晴，圣人打树里出来了。窟窿空，这棵树还是空的，这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窟窿，窟窿孔，孔出窟窿，窟窿空。哎呀，喘气呀，差点没憋死。我看你对什么？听我的下联。嗯，说人八大窗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子子子，你这发药的来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就得讲啊。不不不，就得给你讲。你甭讲了，你甭讲了啊。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，不是多俩就是少俩。多多少我不知道啊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那我可数啊。数啊。说空树藏孔，孔进窟窿，窟窿孔，孔出窟窿，窟窿空，十八个字。十八个字。对了，瞧我的。嗯，我这要十七个了啊。我要十九个了。是，那叫十马完义。嗨啊，嗯，团长啊，人八大窗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子子子，啊，对呀，也十八个字。你瞧瞧，啊，这字倒是对了，嗯，可这什么事呢？这得讲啊。哦，这得讲啊。啊，是是是，在想当初。哦，这是想当初的事。去年夏天天啊。啊，不对。不，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？哎，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？嗨，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，你这就是去年。
那这想当初呢，用不上，那就免了，免不用了。哎，就说在去年夏天啊啊，我们家院里啊，一到晚上啊，竟飞点子、挂子点啊、担子勾过屎壳浪了，满院子飞。哦哦，这个扔吧嗒呢，这是屎壳浪撞窗户上了，扔吧嗒，撞上了。哦，那哐！我一害怕，把茶杯碰地下了，哐！哗啦，茶杯碎了，哗啦，咔嚓！把砂锅砸了，咔嚓！扑通！我打床上掉下来了，扑通！哎呦，摔了我腰了，哎呦！那补补补！我放了仨屁，滋滋滋！又压死一耗子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